情绪，把我们的一切的思想，我们的这个思维带到神的面前，带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知道我一切我们的问题，还有拥有一切问题的答案。阿们。只有当我们重新啊，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只有我们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定睛仰望他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才能够真正的回想平安跟安息。哦，我们来看这个旧约的这个哈巴谷时代的当时以色列人，他得罪了神，啊，神就兴起了这个。神就兴起了，啊，在哈巴谷时代的时候，以色列人得罪神，神就兴起了加勒底人来攻打以色列人。啊，当时的时候呢，哈巴谷听见以色列，哈巴谷是神人的所差派的一个先知，啊，来到以色列人当中呢，他知道以色列有被攻击，这些很邪恶的这些加勒底人在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哈巴谷他没有用，他没有自己的方法来找出路，反而呢他回到神的面前。啊，这个是哈巴谷书第一章5-6节讲到什么呢？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是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天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之处。你看这个，这个是加勒底人啊，哦，那是哈巴谷呢，他来到神的面前，啊，圣经说他来到这个守望，守望为上面，他寻求神，他就把他的心意完全的把心思意念带到神的面前。你看这张图画，哦，他向神诉念。他向神诉念，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可是当他在神的面前，下一节我又交代了，在神面前明白了神意心意的时候，当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他的心就安息下来了，就安稳下来，就安顿下来。他说了一句最有名的话，我相信我们在主里面很久的基督徒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哈巴谷书3章17节到19节他所说的这句话，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秋中绝了秧，棚内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驴子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你看到吗？当哈巴谷他回转神的时候，虽然环境很糟糕，他知道这个加勒底人的攻击啊，这些以色列人，但是他仰望神。那个时候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环境里面啊，但是他仰望神。然而，我因耶和华欢喜，救我的神喜乐。阿门。哦，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其实是一首诗歌来的哦，啊，我们都有很常唱的这首歌，啊，这首诗虽然无花果树什么不发旺啊，葡萄树不结果啊，但是神啊是我的力量，阿门，主是我的力量，啊，弟兄姐妹，最近马来西亚发生什么事情，很多悲歌哦，我们是否有花很多的心思？在这些所谓的悲歌的事情上呢，哎呀，你有救了的啦，啊，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同感吗？哎呀，你有救的啦，哎呦，我们的眼目是否真的花在这些事情上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面对啊这些又混乱又黑暗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的眼睛绝对不能够定睛仰望在这个环境中。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过去，唯有遵行旨意的永远长存。啊，再说一遍哦，这世界和世上的事情都要过去，唯有遵行
神旨意的，神旨意的永远长存。阿门。无论今天的事情，我们的社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环境是怎样的，但是遵循他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用姐妹告诉你啊，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不是人的旨意哦，是神的旨意是要成就的，而且神的旨意是超越我们这些有限的想法，永远超越我们眼目所看见的环境。以赛亚书第55:8-9说到第八节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第九节怎么说呢？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是神所说的。可能我们一直在钻牛角尖，为什么今天我们社会是这样，但是当神的话语在里面告诉我们，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神的确会用一些我们不明白的环境临到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今天家庭会发生一些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啊，在我们工作上发生很多不愉快啊，跟我们的所要看见我们所期待的为什么会这样子的，甚至有些时候神也容许一些跟我们真的是很期待但是又相反的环境啊，临到我们啊，为什么会这样呢？神的这样的作为，为的是要把我们带进一个命定的旨意里面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五旬节降临啊，圣灵充满教会，那时候神就允许很多的人。那个人数加添人数啊，天天加添人数给教会，不单只是人数加添，还有很多的这些神迹奇事发生。如果我们是当时的那些我在那个教会，在那个时代，我们是每天喜乐赞美主，因为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在那个时候，哇，大复兴啊，天天啊！如果今天你看到啊。生命堂啊，对的团契，每一天啊，神加添人数啊，很大的复兴，我们肯定的是开心，对吧？但是神不久之后允许这个大灾难临到，大逼迫临到，当时的门徒做什么呢？十分无奈，走散了，全部都走散了，大逼迫临到，走散了。你会问哦，如果我是当时的门徒，我是否也会走散啊？大逼迫临到，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允许在这个事情上，所以我们回头，为什么？你看啊，神做事很奇妙，那些门徒都走散了，到别的地方去了，他们到别的地方也是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回头看整个的教会历史啊，你们有时间去看教会的历史啊，我们看多一点教会历史，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今天的我们说这个我们叫做我们的改革，今天我们是改革宗教啊，我们是改革，为什么会今天有历史？我们发现呢，如果不是因为神容许这样的逼迫临到当时的那个教会呢，这个福音不会离开这个耶路撒冷传遍其他的地方。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灾难临到，一个大逼迫临到，福音就已经传开了，传到万国万民啊，有很多你读教会的历史，有很多这些为主摆上生命的，他们的名字没有写在这样的一个历史里面，很多很多为主牺牲的，他们都愿意把这个福音，虽然这个逼迫临到，他们愿意传开这个福音。神的旨意很奇妙，所以神的道路呢，的确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呢，真的是高过我们的意念。好，弟兄姐妹，是否有想过呢？啊，这边讲到每一个神所容许的环境，其实都是神的福照。阿们，这是神所容许当的一个环境，
今天马来西亚是什么环境？邪恶上帝是否在当中也呼召我们去传福音吗？我们回想，如果以前那个大灾难，那个毕波波临到那边，那个福音是不能够传，从耶路撒冷传开出去。所以弟兄姐妹啊，神呼召我们做什么呢？回转，回转来归向他。神呼召我们来跟随他，紧紧的跟随他，直到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也许今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啊，我们可能我们的另一半啊，我们在神的面前，神啊，我们要归向你，你来回转我的家庭，恢复我的家庭，恢复我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三章十三节跟十四节这样说什么呢？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是一个，你看在十四节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定睛仰望神的时候，上帝会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说只有一件事，弟兄姐妹，虽然在他的生命中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啊，在他的生活当中发生很多的事情，保罗说 No 只有一件事，什么呢？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保罗呢知道神呢在他生命当中是一个标杆在前面，那就是神的旨意。保罗知道神呢在他身上有的旨意必须要完成，必须要成就，保罗就不容许任何的事情啊，无论这些事情让他觉得可能是不明白，或者是无论他喜不喜欢，无论这些事情好像顺不顺利，他所不允许任何的事情来拦阻、哦、而且他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因为只有一件事，就是神的旨意在他的生命里面要得以完全，这个就是叫做定睛 focus 在神的身上，这是叫定睛。只有一件事，神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今天在我们家庭里面，你可以想那一件事神要成就在我家庭是什么，我是否可以放下，因为我的放下，我要我的家庭家和万事兴。保罗说一件事，只有一件事，神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阿们。所以天上的国民，神国的子民，一定要定睛仰望神、啊、无论环境怎么样改变，始终神的国一定会临到，他的旨意必定去成就。这个是保罗的这样的一个专注、啊、定睛仰望神，第一个。第二个呢，为主兴起站立，一起说来，为主兴起站立啊！弟兄姐妹，越是艰难，越艰难的时刻呢，天国的子民呢，越是要为主来站立。好、啊、站立的稳哦，不单只是站立啊，不是东倒西歪的站立的稳啊。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三节，非常大家熟悉的一节，所以要拿起这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啊、为什么我们要站立得住、okay? 因为我们不只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对不对？一个艰难的环境，而且说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属血气的征战，就怎么样，无论我们喜不喜欢、啊、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因为我们并不是以属血的
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以及天宫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在属灵的境界里面，我们肉眼可能看不见，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在那个过期的在去年吧，我本来是被安排拜六在今天晚上要讲到，然后礼拜要到那个 Clan 的一间英文教会讲到，星期六要讲到，礼拜要讲到，但是星期一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整个脸肿到像钟头那样，要等会过到整个星期才能够好回来，非常的挣扎，当时非常的挣扎所以感觉上是好像这个恶者不要让我来讲到那样，很多都攻击了，你懂吗？所以看不到。Suddenly 在那个星期里面有两场的讲到，但是无法讲到。但是感谢神，这些也这个还是不会阻止我阻止我能够去为神来分享的话语在这个马圣的教会过了六个月，他还是邀请我回去他们的教会那边分享所以在有这个只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在当中，我们所可能我们不知道的那个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事情当我们要去为神工作的时候，很多的这些拦阻可能会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眼睛看不到，但是这些事情都在发生，所以我们要靠主今天为主站立的稳真的是为主站立的稳这是一场很厉害的这个属灵征战，所以每一同要为主来站立然后你说怎么样为主来站立呢？有两点第一，弟兄姐妹起来征战祷告一起说起来征战祷告，阿们。就无论弟兄姐妹，无论你差结或者是没有啦，无论你已经准备了还是没准备，我们都已经进入一场非常这个厉害的属灵征战，特别是我们面对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过去的这个疫情还有这个政变大家知道政变就有很多的这些黑暗有很多这些弱点无论这个选举的这个舞弊还有种族之间的冲突，还有这些选举当中有很多的这些党派的这个恶斗还有看到疫情当中的时候，那些人都是在那个超市里面的抢购在美国，你无论现在过了疫情什么，他们很多在美国，你看很多地方这些地方都被抢的，还有很多我们看见这些恶者呢，都会透过这样一个情形，会利用这样的事情来破坏，来拦阻这个福音的这个一个广传。所以你要知道，当一个国家呢，弟兄姐妹敬畏神的时候呢，他就得希望当一个国家敬畏神的时候就得希望。以前的美国是有很多的这些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来到美国，很敬畏神，甚至他们的美国的这个他们的叫做什么那个多伦论他们都有放的是放什么 We trust in God 是吗都在放的。但是今天你看美国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很多的人已经离开神了，很多腐败的事情发生在教会，不再敬畏神，所以看到很多的糟糕的事情所以什么时候呢一个国家远离神，远离神的国家的，远离神的这个价值观的时候呢，邪恶就充满在当中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交代看利未记二十章第十三节，你看人若以男人苟合像女人一样他们两人他们二人行的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临到他们，这事情是神不喜悦的。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七节，男人也是如此，放弃了和女人自然的关系，一伙攻心，男的和男的彼此贪恋，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些逆性行为当得的报应。哇，很多国家都在倡导，都在赞同同性恋同婚。大家注意一下，哪一个国家不敬畏神的？
他们会落在邪恶当中。哦，你去看，哦，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这种情欲，你看到吗？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诗篇三十三章三十三篇第十二节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的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今天我们是否站在神这一边呢？还是站在那个与神敌对那一边呢？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尼希米当中呢，就是在尼希米书当中，那尼希米记呢，尼希米修造这个修建这个以色列城墙的时候呢，他们做什么？他们面对很极大的这个搅扰，什么搅扰呢？啊，就是。Hello， 啊，尼希米就面对这些很可怕的人，啊，当要修成那个城墙的时候，尼希米就做什么呢？他就呼召那些以色列百姓做什么？啊，就对他们说什么呢？他说：“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州馆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弟兄姐妹。”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 ，How great is our God！ 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尼希米，神的仆人带领。Oh God！ 当纪念什么？是大而可畏的 ，Great and awesome！ 哇，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要来起来征战。啊，弟兄姐妹，今天国家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啊，一波未起，一波停。同样，我们今天继续不断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我们的国家的觉醒，啊，恢复来持续的祷告。我们要明白，我们不只是地上的子民，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更是神国的子民。神国的子民要用信心的祷告。神国的子民要推开黑暗的权势，要打开属灵的天宫，释放属天的能力，啊，要翻转这个黑暗的这个时代。虽然今天我们看见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神国的子民要持续为这个黑暗来征战祷告，直到我们看到我们国家回转归向真神。等下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国家，整个国家回转归向神，好，等下会告诉大家。第二呢，活出真实的这个信仰，啊，怎样为主兴起站立呢？就是要活出真实的信仰。我们一起来说，活出真实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真实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影响社会，我们如果很想。啊，我们走出去了，不是在这个四方墙。我们如果要影响社会世代，我们生命首先必须要被神来改变。也许我们很常埋怨这个世界太过的黑暗，但我们需要上帝照明我们心中的黑暗。你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很黑暗吗？马来西亚？前几天我把一个事情写在这个我的一些朋友都知道，我看到，放在这个面子书。前几天我的车加到一半，轰一声的停掉，在马路中间，前面是交通灯，太阳很晒，当天下午。我一看，原来那个车那个 dead battery 完全 flat 到完了，没有 battery 停到完了，我就出来。很晒太阳，在马路中间，那车拼命来哦，我一直这样，很多人经过，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全部经过，虽然轰鸣，你怎么挡住我的路？轰鸣，好像那条路是他的，但是哎，好像我的路来的，我的车停在那边，很晒，然后我和我朋友，他是开 battery 店的。
他说 我的能力来了，等一下，但是超过整差不多20分钟，我在那边等，很晒很晒。我等到差不多有10多分钟，有3个马来人 ，senior citizen， 那个年长的马来人。阿伯好 ，boss， 阿伯好，可能在路上，阿伯好。别去逛。三个人走过来，哎，又来克雷达，给得多啦。他三个老人家在我后面把我的车推进旁边。哇，你讲马来西亚黑暗啊，我心很感动。我不可能，我不可能把我的相机这样子拍他们的嘛，我要驾车，因为他们很快推了都快走了。我忘记放那个照片上来，我只可以拍到他们的背影。我很感动，马来同胞，而且还是年长的，脱掉快快走，就走掉，没有讲，我很感动。今天就好像我站在那边，没有一个人要来帮我，但是我们的马来民族、马来同胞过来帮我。这让我看到上帝呢说，若我们要影响社会，我们怎样去影响我们的马来同胞？我们的生命首先自己要被神来改变。我们不会再去埋怨了，中国今天的社会这样子，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那个人的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问题。主耶稣带领一帮门徒到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这个撒玛利亚看见吗？你看见撒玛利亚吗？撒玛利亚在这里，耶路撒冷在这里啊，这个是那个约旦河在旁边啊，撒玛利亚在这边，那个是现今的这个基利心。山的这个玛利亚圣殿的遗迹的时候，耶稣呢带领一班门徒来到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那里的人就不接纳他们了。耶稣带出问题，也带出这班门徒不接待他们。门徒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哈，带到这班门徒，你看这班门徒啊，他的门徒有谁呢？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色列所做的吗？”哇，哎，人家只是不接待他们罢了嘛，你就要放火烧把整个村烧掉了。哇，这些民族，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吗？看不过眼，你就不接待你，你就烧掉整个人家村。哇，然后这个世界太黑暗了，充满罪恶。主啊，你求你除灭他们。你看弟兄姐妹，你知道耶稣怎样回答他们吗？耶稣转身就责备这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啊，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其实你们的心不是一样在黑暗当中吗？”跟那个门徒说。为什么总是要觉得比别人好呢？难怪有人说我们今天最大的软弱是什么呢？就是看不见自己的软弱。所以主耶稣在56节怎么说呢？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若我们想影响世代，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被神来调整。弟兄姐妹，事实上呢，为什么这个世界拒绝教会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所传讲这些真理，一点都不是，弟兄姐妹。为什么世界不能够来接受教会，而是我们没有活出我们所传讲的真理，这才是真正的原因。我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
因为信主的弟兄很常跟他借钱。我这位同，我不是要贬低这个所谓的我们的信仰在当中，我这个很要好的朋友，他是我的死党，他帮助这个所信主的弟兄家庭很多问题，在经济上出现很多问题，一直找我这个要好朋友帮忙。有一次我这个信主的弟兄，我这个我那个很要好的朋友啊，他的所谓的也是他同事的这个信主的，邀请到一个小组里面，邀请我的要好朋友，他不信佛，他拜佛，邀请到他去小组里面来分享。当天的时候呢，我这个要好朋友，你们是基督徒啊，为什么他们每次向你要求包租的时候，你们一个都不帮助他？当场的情形是非常的尴尬。我们去思考，我们去思考，像这个门徒那样，我们是否哇以为自己很有智慧，帮耶稣出主意，灭掉整个村，你要吩咐，你要我们吩咐从火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只是不接待他们罢了。若我们想影响世代，所以反过来我们看这个初代的教会带来翻天覆地的这个能力，绝不是他们所讲的话，而是他们的生命，他们改变，他们的见证改变。初代教会是怎样改变世界呢？初代教会是用改变的生命来改变世界，今天成为神的国民，神的子民。如果我们想真的影响我们的世区，就要从我们你我的生命开始。第三，很快的，这个怎样看？继续看第三点，就是神的神子民的这个眼光和使命啊，宣告，然后宣告神恢复的心意，我们要来宣告神恢复的心意，一起说好不好？一二三，恢复神，恢复神的心意，我们要宣告啊，做一个神的子民，我们需要明白，苦难，我们所面对的苦难，永远都是都是暂时的。我相信年长的长辈们我知道你们都经过岁月的蹉跎，岁月的洗礼，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问题你们看见，但是那个只是一个短暂的，你们就熬过去了。苦难只是暂时，苦难只是暂时苦难永远不是终结的神永恒的旨意才是真正的终结神，而且神所容许的每一个的这样的一个背后的旨意呢，这样一定会有恢复神旨意在当中的我们来看耶利米书29:11，说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阿们，哈利路亚。所以说叫我们要有幕后有指望，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虽然可能当时他们在祸患当中但是神说不，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呢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幕后有指望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使命神呼召我们，你看彼得前书2:9的下半段，他要叫我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路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也许我们在黑暗当中，但是他要把我们带领我们出来进入光明。今天的世代像今天的世代要来宣告，神是个有恢复的心意。你知道神对我们有这个恢复的心意吗？神乐意的将这个恢复的恩典降临在这个世代将临在百姓当中在旧约时代，耶尔的时代，以色列人面对很艰难的时刻。耶尔的时代耶尔2:25他讲到什么呢有仇敌四面攻击他们，然后有些蝗虫吃掉他们的农作物，我打发到你们中间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这个麻蚱茧虫那些连锁吃的，我要讲什么看吗？我要补还给你们，我要补还你们，这是耶和华所说的
哈利路亚，换句话说，这过去这些年间，也许仇敌在我们当中所见的一切的环境，所堕去的一切这样的一个神的恩典，也许堕去神的祝福，但是他说要补还给我们，上帝要补还给我们，这是神的应许啊！神要在他的百姓当中降下这样的恢复的恩典啊！我们要一起来经历神啊同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彰显。还没有结束之前，来，我们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刚才我讲的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悔改，这个复兴啊，我要分享跟大家这个，大家知道乌干达这个国家吗？在非洲的啊，乌干达啊，乌干达这个在这个地方啊，要跟大家来分享乌干达怎样被神来兴起，好不好？我们看一个短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总统带领全国的人民啊，做这个悔改的祷告啊，看短短的这样的一个影片啊，我们请君豪帮助我们吗？君豪在吗 ？Can you play the video for me？ 君豪，喂，短短的，我们来看这个乌干达总统怎样带领他的子民全国。在神的面前做这个悔改的祷告。2012年10月18日，在南伯内体育场举行该国独立50周年庆祝会，同时有新年的祷告会。当时在为了穆塞维尼总统为自己和乌干达公开向神认罪悔改，他祷告说。我们承认在我们土地上肆虐的拜偶像和行巫术的罪，我们承认流无辜人血的罪，政治上虚伪、不诚实、阴谋和背叛的罪，饶恕我们骄傲、种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罪，懒惰、冷漠和不负责任的罪，舞弊和受贿以致侵蚀我们国家资源的罪，性的不道德、酗酒和放荡的罪，不饶恕、苦毒、仇恨和报复的罪，不公义、压迫和剥削的罪，背叛、反抗、竞争和冲突的罪，求主饶恕我们，赐我们一个新的开始，给我们一颗爱你、敬畏你和寻求你的心，并将我们上述的罪都挪去。我们要将这个国家献给你，让你做我们的神和引导。我们要让人知道，这是一个敬畏神的国家。一个根基坚定在公义和公平之中的国家，应验诗篇33篇12节所说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我弃绝所有奠定偶像崇拜和巫术的邪恶根基和盟约，我弃绝撒旦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影响，我在此立约将乌干达献给你，要永远行在你的道路中和经历你所有的福气。我为这一切的祷告是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阿们。阿们。如今新型冠状病毒正在世界的，弟兄姐妹，乌干达这样的一个国家呢，它的复兴呢，你发现它整个国家这样的一个转变呢，它是从个人开始的，从个人开始。这国家经历这样的一个突破，不管当时的那些总统是多么的腐败，他们还是因着神的介入，他们下台。还有很多事件，艾滋病的问题都被解决，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成为他们灵魂的元帅。如果你回到教会的历史，初期教会的时候，所有的复兴都是这样子开始的。今天也许马来西亚你看到很灰，也许你看到我们的家庭很灰，也许我们的工作环境很灰，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再次被提醒我们是天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要为耶稣的勇敢的来建立站立，只要我们站在对的位置，
就会有影响，甚至是翻转这个时代。虽然我们现今的生活在地上是看来是很负面，不要忘记我们是神国的子民。神国的子民呢，要有不同的眼光来看地上的事情。神国的子民呢，是有神的使命跟这个权柄，然后来影响这个时代。无论这个时代多么的动荡，多么的不安，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来定睛仰望神，为主来站立、兴起，一起来征战，做征战的祷告，并且活出真实的信仰。阿门。而且我们真的要凭信心来宣告恢复神恢复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愿神的话语深深的刻印在我们的心中，弟兄姐妹，也是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家庭被恢复起来，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也被和好起来。阿们。我们是有盼望的，弟兄姐妹，跟旁边的人说，我们是有盼望的。阿们，哈利路亚。好，我们一起站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啊！我们定睛仰望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如果